蜜今天在做我们这边的陕西凉皮，他在看那个人家那个手机上面的别人做的教学，然后在学着做，也是第一次做，看一下能不能做成功。我感觉看着有点悬。这个凉皮的做法其实也挺简单，就是把面粉然后揉成面团嘛，后面再用点清水，这样它洗，就是不停的揉，不停的搓，这样把它那个面质给它洗出来，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你看杂质了，杂质就是做出来是个面筋，然后洗出来这个水，到时间给它沉淀一下，把清的倒掉，稠一点的，然后它放到那一个蒸，放到那个平罗上蒸。蒸出来的就是面筋了，这个你洗的次数越多，它蒸出来那个凉皮越光滑，越有弹劲。现在是把这个刚洗好的面给它那个过滤一下，因为大家看一下，看里面有这个渣，面渣啊，这个到时间你蒸到凉皮里面它不好看，所以它过滤掉。要用这个叫什么也不知道，这个好久了没用。给妈妈好久没蒸过了嘛，你是不是来中国妈妈都没有给你做过这个？弟弟做过、妈妈她身体不好，现在做不了。弟弟做那个哈不喜欢，还不喜欢哦。那时候刚来一点都不习惯是吧？现在可以吃了自己做的要多吃点啊。蜜在用这个铁丝刷这个蒸的这个，然后妈妈给蜜说不能用这个铁的刷哦，等一下刷一下是不是蒸的时候就粘了都？你相不相信妈妈说的？有点不相信哦。我也相信，来怎么办？太脏呀！太脏了哦。好久没用了哦，那你稍微刷一下吧，上面的那个刷脏的刷掉就行了。现在要开蒸了哦，终于这个锅里的水太多了，烧了好久。好，擦点油，然后开始倒这个洗好的面水。好嘞，可以了，倒面水。就个找一下。我知道，下面有。还有冰的水还没接。这么冷都不要冰的水了。有，怎么不要？好，然后这样换一下，换一下，好，不要着急慢慢来，不要急。东西多的呢，有点多，可能我没事。好，这3分钟就好了。好。熟了，不行啊，你看裂了，太长了吧，裂了，是不是时间太长了？不是太长，这个是里面还有水，应该先做。哇，这个看着比刚才那个要好一点，还是有点裂。对呀、旁边这里没事，就这样做，能吃，只要熟了就能吃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没有做好。你笑啥嘞？我想哭。没有做成功啊。你看人家用刀，我用手。这个上面这几个还好，你把上面这个拿起来，我看看下面。还是软，下面全部是烂的。等一下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哦，先做点吃，很多人都在等着吃了都。想哭。第一次做了还是第二。那你第一次就想做成功吗？有那么好做吗？
眼泪做好了，去问一下爸爸。爸爸，味道怎么样？喝水。二爸。好的。就是太懒了哦。嗯。好，还有妈妈。妈妈，怎么样？味道好好的哦。好，味道好。就是那个面太软了哦。你看那个没有个螺。二妈怎么样？很好。好了哦。味道好好的哦。味道也很好。就是那个。还有你呢，怎么样？好吃啊。就是好吃，就是上麻食一样。什么是麻食嘞？因为也第一次。你看。都是都烂了，这个面就是太软了嘛。啊，上麻食一样。什么像麻食？第一次做就是没做成功也正常，因为你第一次能做成功那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凉皮这个还是没有那么简单。以后多做几次，慢慢已经有经验了就好了。自己做的还是比街道的要那个干净卫生一点，是吧？好，你也赶紧做点吃吧。好，我也尝一下吧。好吃。